竟然得分，现场欢呼声不断。市长谢国梁跟升美国小篮球队进行练习表演赛，为7月27号星期六举办的信义友爱3对3篮球赛、亲子投篮赛、漫飞天使运球比赛进行宣传。一项是我们信义区深澳坑这边办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运动及亲子相关的活动。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何淑平议员，还有我们的林瑞腾里长、会长，大家共同来举办。我去年就有参加，好，那另外大家也都了解，而且我们谢谢民强国中的徐教练，我们大家都也共同参与。另外大家都了解，我们在基隆未来也即将在明年度引进 SBL 的一个篮球队，让半职业的这个篮球的环境啊能够进入到基隆，对于我们的三级衔接，甚至对我们民传国中，甚至于基隆商工更优秀的选手，在后续要打篮球的时候有很好的一个职涯的规划跟去处。那所以我们很积极的在推动各项的篮球活动，务必让基隆未来也成为台湾重要的篮球城市。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练习的机会，然后也可以增加团队配合。我们很荣幸有机会可以提供场地办理这样3对3的比赛。那主要啊，我们有机会办理比赛，其实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到球场来跟同学彼此切磋球技。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只是培养他体能很好的一个机会，那跟人际互动的方式，或者是未来孩子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依序的从国小、国中、高中三级衔接，能够做得很好。我相信孩子平常有很多的场域可以提供他们打球，是对他们的不管是篮球的球技，或者是品德，或者是跟同学之间的相互合作，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大力推动这项信义友爱篮球赛的市议员何淑平说，在市长谢国梁的支持下，今年扩大举办赛事，感谢信义区各里里长等单位的共同协办，让亲子朋友可以一起来运动。活动当天也会邀请出身基隆的球星进行表演赛，让青少年在暑假有个一个正当的活动，在又是在我们这个父亲节前夕，然后又可以促进亲子的活动。我们第二届3对3篮球赛即将在7月27下午1点在深美国小举办。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市长鼎力支持，那基隆市妇女会还有信义区各区的各里的里长，还有小米菇马记麻油的协助办理，让我们这次的活动真的比上次更多队来参加。上次国中、国小各有8队，那这次增加到16队。那亲子组也是从60组变成100组。那今年又增加了我们漫飞天使的亲子活动。那在这里呢，也请各位市民朋友可以一起报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那个暑假又到了啦，啊，孩子都放假，那我们信义友爱哈，今年第二年办理哈，那也希望说培养一些地方的体育人才哈，那不要让小孩子在家看 iPad 看电视哈，尽量走出户外，健康活动，信义友爱，谢谢大家。在市长谢国梁的大力支持下，各单位用心来推动篮球等体育活动，将基隆打造成充满活力的运动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